天一天想你，一点一滴终于爱你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爱我一天一天想我，一点一滴终于爱我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当时光慢慢过去，用回忆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。米星儿啊，你的经典俱乐部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快快快，经典俱乐部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千年啊，让一下让一下，同学让一下。你好，我来。哎，社长，哎，大家快来啊，这位就是经典俱乐部的会长。大学生了，怎么还会有人相信这种毫无科学的传闻啊？勤的做点碍事，搬出去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谢谢。想植物长到这了，可以给我签名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我下周要考四级，拜托求过。明天跟喜欢的人表白，一定要成功哦。传说中的小李子好可爱呀、啊，好可爱、啊！大家别着急，你们的心愿锦鲤都收到了，你们一定会心想事成的。真的真的，我心想事成了。我也要加倍，快点快点，来不及了。好好好。这么多人了，还不是因为你打游戏不接我电话？咱们至于来这么晚吗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是庄伯乐吗？没事，咱有认识，走。哎。哎，张伯乐，你跟米先生说一下，我们俩插个队呗。同学，我们很熟吗？你在这跟我玩什么失忆呢你？你不跟我说他是你室友吗？他真是我室友，你等着，女朋友在你跟我讲。你是？你怎么什么都骗我？我没骗你，他真是我室友。我自己去。他真是我室友。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女朋友在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啊？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。你就是嫉妒我。你们这网络怎么这么差、啊？是啊，可能路由器都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。我下载了复习资料，要看吗？哎，大哥，你饶了我吧。拿个数独玩会儿。哎，哥们儿，看你也挺无聊的，拿着玩。行，谢了。那给我也来一份吧。好。谢谢。他肯定被挤出去了，你看咱们这儿这么热闹，他肯定羡慕坏了。那我看看他去。哎，都完了。5分30，你在普通人里算不错。普通人啥意思啊？这个级别的记录是1分27。谁呀、啊、这么厉害？我本人。我就不信了，你再给我来一张。重新计时。哎，我也来了。我也来一张。我们比比谁快。走，我们走。我要穿一下喽。耿旭，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走了，快点！你不是答应我不玩游戏了吗？哎，你不懂，这男人之间的胜负。哎，你别管，老子今天一定要赢了他。做完了。哎，我女朋友呢？走了。你怎么告我一下啊？不是你说别管吗？庄伯乐，我女朋友因为你这个破数独吹了，我饶不了你。什么情况、哎？你们女生排队几小时摸个锦鲤可以，男朋友玩几分钟数独不行啊？二位妈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吧？那你们男生打游戏的时候，怎么不考虑女朋友的感受呢？就是一天到晚就这玩游戏，你们干脆只剩人等。我玩一天游戏都没有你们化妆时间长哎！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把
钱总花在一堆虚拟数据上。大姐，我氪石丹都不如你一瓶神仙水。神仙水怎么着啊？总比你们游戏强多了吧？玩物丧志，说的就是你。就是。哎，我说大家冷静一点。我忍你很久了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还想动手？你试试啊！试试就试试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告诉你，一根手指头都不能躺下，可把这天做了。小师傅，小心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对不起，有必要计算一下算不算亲密距离。小李子，别在这吵架吧。不好意思。爱你一天一天，想你一点一滴，终于爱你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。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这好像不用计算了。这孽缘好像逃不掉了。住手！有人举报你们非法集会、聚众扰民，谁是负责人？谁是负责人？是我。你们这些人，光天化日聚众斗殴，目无法纪。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学校。树毒社 B104 不够你们闹腾的是吧？还要搬到走廊来，影响别人学习也就算了，万一发生踩踏事故，谁负责？你们负责吗？庄伯乐，3000字检查，等处分。对不起，学长。学长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跟庄伯乐同学还有其他同学都没有关系。大家是来锦鲤俱乐部求好运的，是因为人太多，所以树毒社才被挤到了外面。是我的疏忽，所以才造成了麻烦。这一切因我而起，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。如果学长你要处罚的话，就处罚我吧。这道题老师讲过的呀，你怎么就空下来了？傻了什么呢？米杏儿，这是今天 B104 事件的回顾。你别看这个米杏儿平时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勇敢的样子还挺可爱。有这么夸张吗？你这种单细胞生物，你怎么可能会懂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有女朋友。哎，早分了，以后你不要打扰看美女。张伯乐，你和米杏儿天天在一块儿，你俩不会有一腿吧？我开什么玩笑？没有。那就好。从明天起，我要正式追求米杏儿。啊！画个圆圈，再加个弧线，爱你的心慢慢的浮现。快落下的太阳打光在了你的脸，举着手眯着眼看着你笑很甜。月光很浅，小鸟都安眠，时间快偷走了拥有你的地平线。弹着吉他瑞米米斯为你唱着歌，又想起记录着我们短暂的快乐。哦哦哦哦，我在唱着歌，你抱着我睡着了，天快亮的时刻，呼吸声也靠近了，不敢拉近的体温，爱还没有